梦到鬼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如果梦者平日里忧思过多，在梦中压力就有可能化为鬼怪的形象。梦到鬼预示着梦者近期琐事缠身，建议抽出时间进行锻炼或外出旅游散心。梦到牛头马面或阎王小鬼，意味着梦者在生活或事业上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，又被挤出局的风险。切记不可固步自封，要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。梦到和鬼打斗，预示梦者接下来身体健康，如果目前身体有疾病，也会在以后康复，要放松心情。梦到自己变成了鬼魂，预示梦者接下来可能会有钱财的收入，要多关注理财方面的信息，但也不可轻心大意。学生梦见被鬼抓，意味着学生近期睡眠休息差，会影响考试，除了复习，也要多抽出时间关心自己的身体。